第一步打开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内六方放进去，两个内六方，一个放在这个侧面，一个放在上面，看一下，把这个转一下，里边能看到一个内六方的孔，把这放进去，然后现在这个是初始的偏心，偏心是多少，这红的指数多少度就是多少度，最大是180，两边都一样，然后你把上面的这个内六方松开，把上面这个内六方松开，松开之后这个内六方千万不要拿出来，如果拿出来的话偏心就会滑到下边去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是可以贯通的，贯通这个红点推理多少度偏心就有多少度，最大偏心是180，偏心越大集中力越大，estar en 60, eso es lo que no sé. Ya que te suelta, ¿no?